哎呀，厉害了，我的 A1 Pro， 全世界第一台能够拥有一组讯号发射四组出去给手机、平板、安卓、iPhone 的一个机器。也就是说，导演、摄影师、灯光、跟教授 OK 的，他们都可以看到画面，用自己的手机。再来啦，他除了这个厉害的图传之外呢，他还拥有了一个可怕的东西，叫做全控 EV ISO 虾头光圈，透过手机完全控制。更牛的是什么呢？这个旋钮，这个扭扭呢，可以进行电子跟焦吗？是的，不用接齿环，不用接伺服马达，直接在这边就电子跟焦了。你说扭不扭呢？好的，那么它的图传距离高达100公尺 ，Oh my god， 100公尺内呢？你都可以哈、驾驭它，看得到它，弄它，搞它，控制它。A1 Pro， 好的，携带式设计，完全不挡荧幕。你也可以加装我们为你准备的这个，厉害了我的快拆啊，多厉害呢！你除了这个厉害的快拆之外呢 ，OK， 还可以厉害了我的单脚架。你厉害了之后呢？你的 crane 也有了哈，你还可以 crane 的哈 ，crane 的哈。那么这么厉害的东西呢？这里有没有看到？这么 boss 这边独家的哟，这个多厉害，这多牛逼，我可告诉你了哈。这个就是江湖上传说的凶器的位置，勾一边，勾两边，立刻就形成了凶器的一个角色。这么厉害的东西呢，就在怪机室出现了，好不好 ？A1 Pro， 欢迎你来体验。接下来会有大量的它的应用，分别用在 GoPro 手机、大单眼相机、摄影机、各式各样的机，让你们呢能够拥有猛猛的应用范围，收音、补光、直播。我们通通都给它弄上去，再来呢，还可以让你的手机直接录这里的画面，直接上传给业主。也就是说，你的相机透过了它，它再传给手机，手机就可以直接录影录下来，还可以把手机录下来，还可以再直接做无卡直播。天哪，这么可怕的装备呢，在哪里有呢？告诉你，就在怪机师，赶快来体验，会有很可怕的什么呢？早鸟优惠。以上 A1 Pro 图传 HDMI 跟焦热四分之一孔，手机自由调整角度，底部1/3四分之一。可以扩充的东西包括了三脚架、双手持，厉害了我的单脚架棒棒，当摇臂。以上厉害的产品，会计师现场为你准备，谢谢。